回来了。父亲母亲，嗯，弟弟没有考中啊，正榜没有，没有，那副榜呢？天赐啊，乡试不中也是平常的事，这对你也是一种磨砺，再下一番苦功，明年再考啊。是我命运不济，错以良驹为驽马，遇上这种糊涂虫做考官。天赐，天赐，不能反躬自省，反倒怨天尤人，这哪堪大才之用啊。天赐身上有些不良习气，虽说不上是纨绔子弟，可总不如他哥哥仁爱厚道，平日里不懂得修德惜福，连落榜这么一点挫折都经受不住，长此以往如何能长进呢？我没有良田美宅留给他们，只能把自己平生立命求福的体会写出来，以传给后世子孙呐。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，身有所奋志则不得其正，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，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，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。心不在焉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食而不知其味，此谓修身在正其心。听先生说你的学业很有长进，可是自从你父亲辞世以后，家里的日子越来越艰难了，你还是改学医吧，学医可以养家，可以济人，医术高超还可以造福乡里，这可是你父亲生前的夙愿呢。啊，明日还要进山，还不早些睡？抄完这段就去睡，我答应人家三日后还书。
那年我15岁，巧遇了孔先生。看你的相貌，应该是仕途中人，明年即可进学，为何不读书啊？世上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定数的，一个人的祸福前程都是天定的，投身仕途是你命中注定的，你不可以不知不察呀。敢问老先生尊姓大名，先乡何处？免贵必姓孔，我乃云南人士，自幼得了黄鸡神术的真传，可以推算天地万物以及人生的运数。看来这本从宋朝少康节传下来的黄鸡经世书暗数何该传给你了。既然这样，就留他多住几日，好好的款待。抽空请他起课，看他是否算得准。孔爷，我屡试不第，年仅50，却一览七下五指，我想请那位老神仙给我算算，此生有无出头之日。既是读书人，请写一字。此乃是个棋字，棋分两种，棋下有食者是围棋之棋，棋下有木者是象棋之棋，先生所写乃是象棋之棋。这有什么分别吗？围棋落子为空是越下越多，象棋吃子宾杀是越下越少。老先生世家如同这象棋，初时还有兴旺之气，后来却越来越疏落，由此看来，先生家中人丁并不兴旺。请问我家香火还能传下去吗？请再写一字。起诉讲究一个诚字，老朽直言相告，请不要见怪。请先生直言不讳。此乃是个五字，五字拆开来看，是一个义字加一个止字。义左天人是为代，所谓一代无人到此止，到您这一代则不再新传。多有得罪，得罪。成交，成交。告辞，告辞。后来，孔先生为我起诉，他算我第二年县考同生得第14名，府考第71名，提学考呢
则是第九名。他真能把每一个名次都算得如此精准吗？母亲，我考中了。好好好，这次中了第几名啊？果然被孔老先生算中，此次体学考试中第九名。老先生真是灵验呐。孔先生术数神通，我们母子有一事相求，不知道老先生能否应允。老朽与令郎是忘年之交，缘分微浅，您不必客气。来，先谢过先生。夫人可是想与他卜算终身修旧？正是。老朽从命。孔先生又为我起诉了，他算我某年应考第几，某年当补理，某年当贡，贡后某年当选四川一大尹，上任三年半即告归。啊，还算我53岁8月14日丑时当寿终正寝。他还说，只可惜我这一生都没有子嗣啊。父亲，这不是算错了吗？我和哥哥可都是您亲生的儿子。孔先生回南方去了，自此以后凡遇考教，每一次名数的先后都不出孔先生的定算。然有一件事情有差，他算我10厘米91尺5斗后当出贡，可那年我10厘米刚到71尺，徒宗师即批准我不为贡生。我开始怀疑孔先生的算术了。上了贡生是喜事，为何反倒忧心忡忡呢？孔先生算我10厘米至91尺5斗才可以出贡，可是为什么蒲宗师现在就准我补贡了呢？孔先生算你能出贡定是准的，还在乎那十几十厘米吗？孔先生的算术向来是丝毫不差的，他算我科考说第几名就是第几名，没有一次错过的。不想屠宗师告病回乡后，我补贡之事果然被署印阳公驳退，直至丁卯年殷秋明宗师看到我的备卷，赞叹道：哎呀，五策即五篇奏议也，岂可使薄洽烟罐之儒老于窗下乎？于是他命县里重新申报，主我为贡。这样连前面所示林米共计正好是91尺5斗啊。从此我日益相信，人生在世那真是进退有命，迟速有时啊。孔先生传授的黄极神术如此灵验，父亲是否也曾钻研修习过，也能逆料如神吗？哎，既然一饮一啄莫非前定，算或不算，查或不查，又有什么分别啊？啊，从此以后我是万念俱灰，淡然无求了。
这个袁坤爷来国学一年多了，整日不读书也不撰文，只是这样呆坐，看不出他在想些什么。他是何方贡生啊？江苏嘉善县。既是南方贡生，索性让他回南庸就读算了。是。几四年，我离京南归，未及入见，先往西夏山中拜访云谷慧禅师。我与云谷禅师对坐一室，三昼夜未曾瞑目。袁施主，凡人所以不能成为圣人，只是因为被妄念相缠。你我静坐三天三夜，不见你起一个妄念，这是什么缘故？我平生命运早已被人算定，荣辱生死皆有定数，即使要妄想，亦无可妄想。我以为你是一个豪杰，原来只是一个凡夫啊。禅师此话怎么讲？凡人未能达到无心，无心就是外不着相，内不动心，外面不会被五欲六尘名闻利养所诱惑，内心不起贪嗔痴欲的妄念，达不到这个境界，终为阴阳所束缚，不能超越阴阳五行数理的范围，安得无数。但是唯有平凡的人有定数，那极善之人数就拘他不定，而极恶之人数也拘束他不定。你20年来被他算定，不曾转动一丝一毫，这不是凡夫又是什么呢？难道这命中定数是可以逃得过的吗？命由我做，福自己求。我们佛教经典当中说，求富贵得富贵，求男女得男女，求长寿得长寿，这些都是事实。妄语是佛家的大戒，诸佛菩萨怎么会说假话去欺骗人呢？可是孟子曰，求则得之，这是说追求应在自己内心，道德仁义是心中本有，可以力求，功名富贵乃身外之物，如何求得到呢？孟子之言没有错，是你错解了。你没有看见六祖慧能在《坛经》中所说，一切福田
不离方寸，从心而觅，感无不通。只要能回头向自己内心里面去求，内心有感，外面自然有应，感应道交，没有不通的。那就不是只得道德仁义，也可以得到外面的功名富贵，内外双得。这样如理如法的去求，才真正有利益，真正能够得到。若不能反过来向内心去反省，而只有向外面去攀援追求，这样求之固然有很多方法门道，而能够得到的还是原来命中有的，并不是求来的。命中没有的还是求不到，内外双失，内心失去道德仁义，外面失去功名富贵，不从内心去求，所以没有利益。我把孔先生为我推算的命数向云谷禅师如实禀报，禅师便问我，你觉得自己应该得功名，应该有子嗣吗？不应该。为什么不应该呢？科第中人都是有福相的，而我福薄，又不能积功德及善行，培养后福的根基，而且不耐烦聚，不能容人，识或自尊自大，以才智盖人，轻言妄谈，直心直行，凡此种种皆是无福之相，又怎么能有科第功名呢？那怎么不应该有儿子呢？所谓地之晦者多生物，水之清者常无鱼。我有洁癖，这是我没有子嗣的第一个原因。和气能御万物，而我善弄，这是原因之二。仁爱乃生生之本，一味忍心是不育之根。我常常吝惜自己的名节，常不能舍己救人，这是原因之三。多言好气是其四。我又好饮酒，以至于消散精气，是我无子的原因之五。又好彻夜长坐，不懂得保养元气元神，这是原因之六。其余的过错尚多，不能悉数。生儿子，有修百世之福德的人，一定有百世的孝子贤孙来保持他的家道不衰；有修十世之福德的人，一定有十世的孝子贤孙保住他的家道；有修三世二世之福德的人，一定有三世二世的子孙来保持他的家道。那个没有后代的，或者出了不孝子孙的，那是没有修福，福德很薄的缘故。不为科第这种事情，世间能够享受千金之财的人，一定是千金的人物；能够享受百金之财产的人，一定是百金的人物。应该饿死的，一定是饿死的人物。天道只不过因为其才而顺其自然。几时曾经加千毫的意思在上面？你如今既然知道自己福薄与没有儿子的原因，从今以后
尽情把它改过洗刷，把一向不登科第没儿子的原因做一个大的改变，务必要积功累德，务必要包容别人的过失，务必要爱惜自己的精神。从前种种的过失，譬如昨日死，从今以后种种改过自新，譬如今日之再生，这就是义理再生之身。血肉之身尚然有个数理在，义理之身岂不能以感革天然之道？太甲曰：天作孽犹可为，自作孽不可活。诗经上说：永年配命，自求多福。孔先生算你不能登科第，不能生子女，这是天作之孽，犹可得而为之。你如今扩充德性，努力行善事，多积累阴德，这是自己所造之福，哪里会有不享福报的道理呢？易经为君子说，谋求趋吉避凶之道，能改过迁善，自然逢凶化吉。若言天命有常，不能改变，吉如何可趋向？凶又何以可避免？开章第一义便说：吉善之家，必有余庆。你相信得到吗？臣是所言，元皇深信不疑。你若能一心向善，谦虚改过，努力修德，何愁功名不立，不得子嗣呢？福禄家说：不会画符被鬼神笑，这个当中有一个秘传，只是不动念头而已。在执笔画符之前，先要把万缘放下，内心一念不生，从此念头不动处下一点，未知浑沌开机，从此一笔灰尘，这道符便灵验。凡是起天立命，都要从无私无虑处去感革。孟子谈论立命之学，他说：妖兽不二。在我们一般人的观念中，夭折与长寿这是两桩事情，是至二，是两个不同的极端。当我们不起心不动念，什么是夭折，什么是长寿，这就说明外面这一切差别对立的现象，都是从我们自己妄想分别执着所生起。若不起心不动念，这一切的差别对立都不存在了。所以说，我们要立自己的命运，转变自己的命运，都得要从这个地方做起。风欠不二可以立贫富之命，妖兽不二可以立生死之命。人生在世，唯有生死最为大事，所以说讲到妖兽，关系到我们的生死大事。如是，则一切顺逆的境界也全都包括进了。修身以四之，修就是把错误的行为修正过来，这就叫修。四就是我们将以什么样的心态来等待。
不能有一丝一毫觊觎非分之妄念，不能有一丝一毫将迎攀援的妄心。如果有这些妄念起来，皆应当把它斩除断绝掉。修学如果达到这个地位，直接造入先天清净的境界，这便是真实的学问。这是功过格，你可以带回去看看，以此修行。每日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善则计数，过则退出。比如你一天中做了十件善事，也做了九件恶事，十扣掉九，就剩下一善，这样记录累积你的善行。弟子谨受教。你还不能做到无心，我教你持准提咒，用持咒的方法达到一心不乱。咒语每天都要持诵，行住坐卧都不要忘记。你持到持而不持，不持而持，持到纯熟，起心动念自然就是咒语，没有妄念，念到妄念不动，这个时候就灵验了。来，我教你念。南无萨多南三藐三菩陀俱胝喃他子陀，唵哲利主利准提娑婆诃。南无萨多喃三藐三菩提。从那天起，我就把自己原来的别号学海改为了凡，以表示觉悟到立命之说，再也不愿落入凡夫的窠臼。我虽然发愿行善，但行意未纯，反省之下多有失误啊，要么是见善而行之不勇，要么是救人而心常自疑，或者勉强为善但口有过言，或者是醒时操持而酒后放逸。以过折功，每每将大好光阴都虚度了。从此，我终日兢兢，如履薄冰。便自觉与以前不同了。不再悠悠放任，就是一人独处暗室，也警惕着，不敢动恶念，常恐得罪了天地鬼神。再有人记恨我、诋毁我，自然能恬然容受。
第二年应礼部科考，想不到孔先生的算术真的开始不灵验了。他算我科考第三，我却考了第一名，而秋闱也考中了举人。云谷大师的话，所言不虚啊，行善修德真的是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啊。仅过了一年就生了你，取名天启。父亲，这名字是表示天道昭显的意思吗？是啊，种善因得善果，这是天道之正理啊。又过了三年，三千善行完成了，我又请星空法师在家里做回向。当年的9月13日，祈愿求中进士，许行善事10000条。到了丙戌年，进士及第。那时我已经是52岁了，朝廷授我为直隶保底知县。本县濒临宁河入海口。每年雨季海潮汹涌，宁河暴涨，河水入海无力，每每泛滥成灾。难道没有海堤阻拦吗？虽有沙堤，难以巩固，急浪来时沙堤一触即溃，无济于事啊。何不植树以加固沙堤呢？这知县大人以造林工程耗反，劳工伤财，难道水患成灾，朝廷开仓赈济就简便了吗？其实赈灾之事更为艰巨。组织要义，直柳固沙，在本县人内一定要修缮海堤，疏浚河道。大人，此地连年欠收，收获不足活人之用，更何堪抵交赋税啊。粮税原来是每亩2分3厘7毫，从今天起就改为1分4厘6毫吧。谢大人，大人恩同再造啊！哎、谢大人，乡亲们，快快请起，快快请起。记下来，快记下来！栽上了，全栽上了，柳树全栽上了。好，明年就不会有崩地之忧了。太好了。且慢，你拿这些东西做什么？今年冬天家里要添置棉衣、丝柜、棉件。我想卖些丝絮，多换些棉花，将多余的送给那些没有寒衣过冬的人。好，好啊！我这也是帮你多行善事啊。自从你当了县令，就不像在家乡时，或买放生命，或补路铺桥。人在衙门里，哪有空闲行善修德呀？可我们发愿要行10000件善事，不知何时才能完成啊。
了凡先生，我看你面带愁容，不知有何憾事啊？尊神，下官袁了凡，为求登第，发愿行善事一万件，可是公务繁忙，每日受累于案牍之役，而无暇行善，因而心中苦恼，不知如何是好啊！哈哈哈哈！了凡先生，你早已经完成了一万善行啊！宫门之中好修行啊，只减粮这一项，就足以顶得万件善行了！哈哈哈哈！孔先生算我53岁那年将有大厄，我并没有为自己祈求长寿，可是那年我竟安然度过了，如今又过了16年书经有云，天难信，命弥长，又说唯命不于常，皆非诳语啊。由此可以知道，凡是说祸福是自己求来的，乃圣贤之言教；若说祸福为天所命，乃是世人庸俗之论。你们的命运未知若何呀，但需记住，即便命当荣显，也应常作落木响；即便时当顺利，也要常作福逆响；眼前足食要常作贫惧响；人相敬爱要常作恐惧响；家事望重常作卑下响；即使学问颇优，也要常作浅陋想。远思扬祖宗之德，近思盖父母之谦，上思报国之恩，下思造家之福，外思济人之急，内思防己之邪。我们务必要日日知非，日日改过。一日不知非，即一日安于自是；一日无过可改，则一日无不可进。天下聪明俊秀之人不少，之所以德不加修，业不加广，只为因循二字耽搁一生啊。云谷禅师所授立命之术，乃至精至碎至真至正之理，你们一定要认真体味，勤勉奉行，切勿虚度光阴，空过此生啊。